欢迎再次出登来三新闻的现场，继续关心的是来自嘉义市的消息。这是嘉义市社区大学好自然农业社以无毒安全蔬果推展会的方式，来集合着六大小农蔬果来和民众来交流。红红的甘麦蜜，新鲜蔬菜，青甲看会到。也够健康食品，树脂、药草，再个加糖来滴，米米又够健康。即个单位拢是嘉义市社区大学自然农法蔬果班，将所种的好自然安全蔬果，首度提到街头，甲民众交流。也曾经是学员的这位太太，买了龟卡子，一直讲这。加料较健康，嘛较好食，比较甜，比较好吃，然后也真的放得比较久。今仔日用无毒安全蔬果推荐会，诶，推广人是银行协理退休的姜金山，伊伫嘉义市社区大学担任自然农法的班长。蔬果哈，跟外面的蔬果做一个区隔，哈啊，所以我就帮他们筹划办这个推展会。那推展会主要的目的是说，也是一种跟消费者沟通，哈，说，我们种的完全是依照，我们社大老师所教的理念跟方法，哈，虽然我们种的东西也许没有市场那么漂亮，哦，那么壮观，但是绝对是安全性的，哈，这个是就是我们要推展这个。活动的意义哈，经过消费者安心平台提出来，甲民众交流，要有好的健康的蔬果，予使用者安心，同时也提供着小农的生机。互相交流，啊，嘛会当予咱知影讲，咱的小农生产啊无毒的蔬果啊，会使讲是咱目前。食安问题的这个情形之下，统好的选择，啊嘛欢迎大家哈，会当到咱社区大学来学习这个自然蔬果的常识，也是讲会当家己来种作。我是有爱心的甘麦农，用自然农法所种的甘麦，色是非常的水，果形较无遐尼滑润的现象，但是非常的新鲜，有原味。提供了三箱的甘麦，一粒才卖五块。二卖所得拢全部要来捐予嘉义家扶中心来做爱心，食得自然，食得健康。嘉义市社区大学好自然农业社，今仔日只是踏出建构平台的第一步，希望未来会用于种出更加新鲜健康的蔬果，甲民众交流享用。最新新闻，蔡炳彤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